我让你断，喜欢断，公式断线啊，断一个我试试看看，哪轮哪蛤蟆，天天就是蛤蟆。 为什么他是蛤蟆呢？哪轮？他哪里长得像蛤蟆？啊！还有谁吐？啊！啊！ 这里受不了。好。下一把再。有耐心啊！这啥？啥子呀？ 哟，爽！这一下，我要炮车。Fast blood，回家搞个脆脆去，挖个小猫脸，就是蛤蟆。 哎呦，这这没有边界感的熊猫，是明告，不能送上礼物，走了，1600，不来不来得及，买出去，买出去，永远都很多钱的，就可以吃好喝好。 就可以升级。蹦跶蹦跶。利尔。小桃。 加了十二层，保证5分钟加12层。包括今天问最后一下是怎么 A 出来的，虫子普攻了 ，E 在 CD， 他想问你前一波的那个。前一波？啊，就他踢过来，然后你又把他杀了。主播吗？我不知道他在怎么说，我没有虫子普攻，就是你 A Q 3，然后再 A 再 A 吧，我就只是带了一点点攻速。
还行，杀的也可以。吓到的，狼配置。那一下 A 不出来，很奇怪。哪一波啊？不太懂，你去看回放。再来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我怕你也饿了，又倒しました。那个绿豆汤不吃完，你要放冰箱哦，不然会坏。椰子肉。没杀是赚，差不多吧，他没大，其实杀人没大，挺难受的。他没大，这剑魔就可以塔下肆无忌惮的 Q 来 Q 去。还踹手手，暴你赚个两，还好。嗯，真是踹手手，你眼睛好。先洗脸去，洗脸去。Okay。这样，有点失误，过于严重。明宝这个皮肤怎么评价？龙叶风说好用，是挺好用的，挺好用的。用习惯我怕，我甚至都害怕我用习惯，我回去用剑魔的原来的那些皮肤，我用不习惯。因为你习惯的死活，这种东西有点像诺蛇神王，用习惯了很难很难回到之前那种。好用爱用，还真是。走路像鸭子，这不炫步吗？这怎么像鸭子？有没有见过炫步啊？啊，这明明是你龙哥，炫，疯狂的炫，这明明是你龙哥，看不懂炫步吗？嗯，炫步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。舒服。剑魔新皮肤手感好用，真好用。为什么每把队友都劣势？因为 EOO， 那也不算劣势吧。这把其实还挺优势的，下路小伙子，他打寒冰加卡玛都能稳。啊！这样子用 TP， 夸张。哦，这个皮肤真的是越用越好用。
放心冲这皮肤。不好用大火骂我是鬼子。不好用大火直接骂我是狗，好用爱用。哇，这弗雷格 A 了我2000点血，有点变态。弗雷格的平 A 在这游戏里是数一数二的，平 A 有。CD 血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我主要没有把我的经济变现，变现了我才能有装备。我 KDA 8左右，系统不让你赢，还有 KDA 0.9的，2.2的，一把还有两三个是这样子，这么夸张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敵のキリングスプリーン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。再不灭打赛人真爽。妈一个破败就这么屌啊，哎呦夸张了，飞哥真的夸张。救济，弗雷格变成我把我萃取提现，我不知道，没事，这个还真给我问住。哎，你剩一层弗雷格杀了我再补刀，能不能得钱？我感觉应该可以的吧。那现在不假鞋多200块钱，烦死了。要像之前版本可以买两把长剑。小声嘟嘟假的。你的其他马特衔接好流畅，还行吧，玩久了就那个，攻速也有点关系。其实带一个攻速，你其他马特放的会快，攻速越快，这个放的越快。我操，他妈两个打不过。哇操，狗头的松弛感来了，狗头15分钟。400Q， 味方のタワー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。敵を倒しました。狗头的松弛感来了，423。15分钟，这狗头是个自己的，难怪玩了这么有想法。这狗头有点难顶，很小心。是个出兵犬的狗头。我想投降。钱多啊，那么多真眼。
我操！我们的配合，喂日，这不灭回口血真爽，进七甲不误，直接把这血量拉回来了。我来会一会你。你打得过我吗？虽然，但是你的松弛感没用哦，松弛感。不过还真的是挺恐怖的，他就一个冰拳能给我打成这个样子，我是15级三件套的阵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兄弟们，狗头如果15级三件套，我剑魔13级怎么办？那就加十了，哈，确实打狗头你得装备数值跟上了才能打，跟上了就好打，没跟上之前太危险，危险太大了。哎，还行，赛恩的头，快跑啊！威日一刀直接半血，哈、哦，完了，哈、哦，20分钟500Q， 还是挺猛的，这老狗。溺水小松说：“日服播配音配的好 ，S 一。”但你这多少有点压抑了，兄弟，要听着听着都能够往那方面想啊，这太压抑了啊，每日压抑，每天都压抑，多多少少有点压抑了。剑魔攻速越快 ，Q 就没有后摇，毛线。嗯，俺也这么想。谁敢拦我？这不狗头子，嗯，这不老狗，还碰得动？哇操，这对面的，可惜金针给自己开了个道。我是不是应该摁个亵渎九头蛇，刚才摁个亵渎九头蛇我就可以杀掉他。没，我以为能 A 死他，我想留亵渎杀卡嘛，可惜我寒冰给拿下了，难受。这是日服吗？对啊，江浙这边打日服是最快的。留下来杀了，应该摁一下。我的，没操作好。
皮肤手感怎么样？肥猪打自己，好用，爱用多用。这都能给我击飞？Where's 又是叶哥啊，控住就直接死啊，我的布甲鞋跟假的一样，假鞋我操。味方が倒されました。是不是他买血手有韧性？血手韧性吗？一般吧。哎，血手还是不能买，买一个。真的挺高的。我队友被撕裂了。我操，这狗头太逆天，还真能买个血手。味方のタワーが破壊されました。一千点盾，我现在合出来有一千的盾。野区猛士。哎，怎么还在这里啊？破壊しました。算了，走了。有，这怎么点投降啊？这搞什么？啊？我看一下，这里写的是1300，我买多了它还会算。1300的护盾呢？再给我加点韧性，这个装备应该是没任何问题了吧？这血密密麻麻的，4000点血。无灭加了378，触发50次，这两个加一起加600，再加170，800点生命值符文给了我。我血手都没触发呀，血手都没触发，他们打不死我呀。一刀就死了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魔王就399249加18，符文加800点的生命值，血手1343的护盾，牛逼！